好久没有吃东西了，应该说好久没有吃零食了。哎，然后呢，这一期就是各种吃大合集啊！想想名字叫什么呢？名字就叫做再吃，胖不死你哟！啪啪啪啪啪，感觉好棒！然后先吃的是这个，最近穷的吃土啊，没有土太难吃了。泡面，我感觉泡面一般来说都是宅男的标配。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个宅女，也是宅女的标配。什么海鲜风味的泡面，我刚已经泡好了，然后现在呢，直接就可以开动了。怎么感觉味道有点淡？感觉味道真的好淡啊，怎么回事？明明它在我记忆中是非常好吃的呀。
蛋，还说我的舌头已经麻木了。就是泡面的精华哦，都在汤里面。接下来就是喝汤的时间。
好像并没有得到满足呢。唉，果然今天就是太怨你了。本来点了那什么糖炒栗子，然后店家给我打电话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没有了，你要不把订单取消吧。然后我换了一家店能点的还是糖炒栗子。然后那家店也给我打电话说，哎呀，我们这边卖完了，你取消订单吧。我的天。然后无奈的我呢，就只能啊，从被窝里爬了起来，然后出门买零食，可可。不然你们觉得怎么会突然有更新一期呢？可，真是太天真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去啊，想想先吃什么呢？这呢是我觉得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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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的一个海苔，名字嘛我就不说了，不然我现在发什么都有人觉得我是在打广告。哦，还有人评论说什么什么月入百万，我的天，月入百，别说百万了，月入一万，我他妈还在这边给你们吃泡面，你逗我呢？哇，这个海苔确实很好吃。真的是有点甜甜的，可能是，我觉得跟干物妹小埋里面有一个零食特别像，它那个是叫什么笋干还是什么的，然后，我这个的话就是长得像一个个小蘑菇的，但是我觉得，原理上好像差不多。买的是榛子巧克力味的，就是它就是一个蘑菇嘛，然后上面呢是巧克力的，下面呢就是那种小饼干一样的。一般这个呢，反正不能连续一直吃，我会觉得那个巧克力会觉得有点腻，所以呢，其实那个小埋的那个做法就是真的很非常非常准确，就是要么就是配着可乐。当然说你们肯定要讲吃那么多又要胖死了，但是呢我还是没有买可乐，那个碳酸什么的，然后对胃也不太好，最近肠胃不是很好，反正就是身体都挺糟糕的，然后啊，你们听我说话其实也不是那么激情四射，可能就是整个人状态都不太好吧。然后没有买可乐，但是买的是那个啊，不行，又不能报名字，就是反正就是茶一类的饮料。哎，就
是的，要是我以后只要报到名字，人家厂商都能给我点广告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别告诉我你不看。我靠，还真拧不开吗？厉害了！想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弹幕肯定是你需要一个男朋友，猜都猜得到你们这些套路。我靠，好痛啊！我手都快拧脱皮了。就拿个什么东西外面包着再拧。不行，我拿个纸包一下再拧一下试试。妈的，还是拧不开啊！想起了，原来在公司每次都是叫别人帮我开的。天哪，现在啊，我居然在这边拧不开瓶盖，我真的 fuck！不行，我决定倒过来拍一下，听说这样能好拧一点。好痛啊！好，整个手都是红的。果然要增加摩擦力，在上面裹了好几层纸，然后再拧就拧开了。结果水果茶的味道还可以，啊，手真的好痛，不开心，录个节目还要手负重伤，给你们多录几种东西呢，我就每一样都拆开，然后就吃一点啊，那有这个是，我觉得，如果说我要给他一个定义的话，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泡面伴侣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知道，就是香肠嘛。但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小的那个烤香肠，又不能说名字，
反正就不是那种长长的那个香肠，是很小的，就是那个小的一小根一小根的那个香肠。哎呀，怎么形容呢？就是小香肠。就是一口一个的那一种，我记得这个，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，好像就有了。好，吃不下了，再喝一口。不能说名字的饮料。然后呢，吃也吃了，你们听也听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？A 站的呢，该投香蕉的投香蕉；B 站的呢，该扔硬币的扔硬币；网易云的呢，该点赞的就点赞，该分享的就分享；M 站的呢，投小鱼干吧，好像是。哇，这一口气把所有平台的广告打了一遍。然后我之所以这么急着又更新一期呢，因为不更新呢，实在是不好意思让你们给我去投票呀，就是脸皮太薄了，不好意思拉票。就觉得哎，再更新一期吧。然后呢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 M 站帮我投一下票，因为他们最近的一个活动就是，一个 ASMR 的活动，就是上一期录的兄妹剧场是参加了他们那个活动的，大家就是去那边点击链接啊。对啊，哪有链接给你们点击哦？就是，哎呀。怎么说呢？我微博上面发链接吧，然后微信通信粉上面也有，推荐大家是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通信粉，因为直播通知啊，更新啊，包括一些福利什么的，我觉得那边因为可以群发嘛，然后推送也可以比较方便，就省得我挨个在各个地方喊啊，说啊，你们还又看不到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那个微信公众号，这样子也比较方便一点嘛。然后 M 站投票就是点那个爱心点赞，然后客户端上面呢好像是叫做喜欢，反正哎呀，全点一遍算了。这个图也吃了啊，然后就指望着 M 站那个活动能够进个前三啊，然后拿个奖品回家过年。对的，奖品就是现金。就是这么的实诚啊，那，为了不让大家觉得是深夜放毒，我就这一期我投的时间应该是属于比较早的，就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，